吉林的西北部，大气降水远少于蒸发，同时水中盐碱含量高，无法饮用灌溉。然而人类总能在恶劣的环境夹缝中创造生机。在白城，太阳将它的热情播撒在葵花身上，向日葵抗旱耐盐碱，大风有利于它们自然授粉结出果实。向日葵可食用，可油用，可观赏，最重要的是可以在这片挑剔的土地上盛大绽放。